好，继续上一次我们赶工的进度啊！等一下，又来，要再来了。救我！快救我！要跑！你有枪哎！好、啊。哎、欸，你还在喝水？救我啦！快点！哦，终于过来。上一州小黒二光領房子的形で木並み外領領層前後現在割れ文句カンカン内面的構造ハゼ第一層的部房環境目前間不敵ような陰も石火雷割れ文王第二層層高雷至る第二層派一層換気雷比第一層愛情巨多在管管理面成功強これ後屈強症国設下雷用改造馬館房子小どき小黒線狭街分雷坊共同改造房子本端蹦子哈哈哈什么鬼哈哈飞起来人小黒よ多敵本端外分在破機関屈強改造的以下が房子間と外換気雷有江間と間隔これ前一矢倉間とブニョコン茂も農館桃源在破小地方是三前後大右手辺是中棒なり是存宝飾持つ間と地方石家来大場古房館廃辺是小黒的画室有本端外分石家来是に矢倉的房間部屈強経過改造これ後茂も改造これ後茂る了承湖辺風景間と地方同時矢是存放閣古物史的倉庫前後者者関東倍理的言とも言う順辺我提案三家分進む画界不下古領画説新的 OK 盖好了终于盖完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要干嘛呢我们就去找步枪好了出发哦没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洞了这是什么声音好恐怖啊哦吓死我是蝙蝠这边有诡异的画这种这好像是那个少林寺十八铜人哦这什么地方太恐怖了啊没啥就除了一堆奇怪的东西然后什么都没有哦超多这种矿的耶是这样哦，有找到了，步枪，对啦，来，现在就来试试看这把枪威力怎么样。哦，哇哦，声音挺大的。好像还好哎，不过声音是挺帅的啦。哎，这个门，哇塞，是什么？哦，好酷哦！怎么还有那种要打 BOSS 的感觉啊？应该不会那么快吧？哦，还应该是打头会比较痛啊！哇，这什么鬼？太多金色的建筑物了，这个地方超大，这怎么那么大啊？这里，然后怪又超多，搞屁哦！这是什么啦？到底是画什么东西？这个？夜视镜，哇，还有夜视镜哦，酷哦！哦，它可以，它是直接带的，这夜视镜赞啊！这个画风突然变另外一个游戏了，真的很难处理这些怪，真的硬。他妈的还有啊，什么鬼地方啊这里？
我靠，黄金甲！哇，随便逛到黄金甲。OK， 先拿着。嗯，这边看除了黄金甲，应该什么都没有了。我要先上去好了。哦，终于出来了。哦，天啊，终于！啊，终于离开那个鬼地方了。干嘛？把他撞死。哈哈哈哈哈！好玩，下个就你的凯文。哈哈！哎哎哎！吓到我！哈哈！大悲。我想说，刚经过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好像有这边有个电击棒，这是天然的动物捕捉器耶，太猛了！哦，帅哦！哎呦，刚好可以试试看蓄力。L G G G， 哈哈，一直电一直爽。哎、欸，把你电死哦！